多即问矣。复白佛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食不食肉，功德过恶，我及诸菩萨于现在未来，当为种种希望食肉众生分别说法，令彼众生慈心相向的慈心已各于住地清净明了，即得究竟无上菩提声闻缘觉，自得止息矣。亦复歹臣无上菩提恶邪论法，诸外道背邪见断肠，颠倒记者尚有遮法，不听食肉况复如来世间救护正法成就而食肉耶？佛告大会：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唯然受教。佛告大会：有无量因缘不应食肉，然我今当为汝略说，为一切众生从本以来辗转因缘，常为六亲以亲想故，不应食肉，驴骡骆驼虎狗牛马人兽等肉，徒者杂卖故，不应食肉，不尽气愤所生长故，不应食肉，众生闻气悉生恐怖，如旃陀罗及檀婆等狗见憎恶，今不群吠故，不应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应食肉。凡于所事臭秽不净无善名称故，不应食肉。令诸咒术成就故，不应食肉。以杀生者见行起食生畏者故，不应食肉。彼食肉者诸天所弃故，不应食肉。令口气臭故，不应食肉。多噩梦故，不应食肉。空闲林中虎狼闻香故，不应食肉。令饮食无节量故，不应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厌离故，不应食肉。我常说言：凡所饮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药想故，不应食肉。听食肉者无有是处。复次大会：过去有王名狮子苏陀梭，食种种肉，遂致食人成名不堪，即便谋反断其俸禄，以食肉者有如是过故，不应食肉。复次大会：凡诸杀者为财利故，杀生屠犯，彼诸于吃食肉众生以前未往而补诸肉，彼杀生者若以财物，若以钩网取彼空行水陆众生，种种杀害屠犯求利，大会亦无不教。
不求不想，而有余肉，以是义故，不应食肉。大会，我有时说，这五种肉，或至十种，今于此经，一切种，一切食，开除方便，一切息断。大会，如来应功等正觉，上摩所食，况食于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是一切众生犹如一子，是故不听令食子肉。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而说偈言：曾昔为亲属彼会不尽杂不尽所生长闻气息恐怖，一切肉与葱及猪酒蒜等种种放逸酒修行常远离，亦常离麻油及猪穿孔床以彼猪细虫于中极恐怖，饮食生放逸放逸生猪觉从觉生贪欲是故不应食，由时生贪欲贪令心迷醉迷醉常爱欲生死不解脱，为利杀众生以财往猪肉二俱是恶业死堕教呼吁，若无教想求则无三尽肉彼非无因有事故不应食，彼诸修行者由是悉离远十方佛世尊一切咸喝则辗转更相识死堕虎狼类臭秽可厌恶所生长愚痴，多生旃陀罗列尸檀婆种或生陀夷尼及猪肉食性罗沙猫狸等便于是终身复相与大云央觉利摩罗，即此人家经我昔至断肉诸佛及菩萨声闻所喝则时已无惭愧深深常痴明先说见闻已已断一切肉妄想不觉之故生食肉处如彼贪欲过障碍甚解脱，酒肉葱酒蒜悉味甚道障未来世众生于肉于吃说言此尽无罪佛听我等时时如服药想亦如食子肉知足生厌离修行行起时安住慈心者我说常厌离虎狼猪恶兽很可同游止若食猪血肉众生悉恐怖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食肉无慈悲永被证解脱即为圣表相是故不应食的身犯至种及诸修行处智慧富贵家私由不食肉人家阿拔多罗宝经卷第四